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介绍是个疗剂叫做兰香，兰香英文是 Actea spicata， Actea spicata， 咁普通嘅学名嘅嗰个名叫做 baneberry， 呢种嘅植物 baneberry， 兰香 ，OK， 咁兰香咧系主要系一个嗰个风湿嘅疗剂嚟嘅，但系咧佢最主要咧佢影响咧系嗰啲细嘅关节同埋嗰个手腕。咁呢个疗剂呢，但亦都可以试过呢，係医治过有啲肝炎啊，嗰、那个肺气肿 不同嘅风湿痛。OK， 咁呢个兰香呢，係仲有一个主要嘅症状呢，就係呢种咁嘅关节呢，就因为呢係疲累少少疲累之后呢，就令到关节呢就肿胀你记住一个少少疲累之下导致嘅关节肿胀。咁适应嘅人呢，通常咧比较弱啊、紧张啊、飙冷汗啊，嗰个风湿倾向嘅人咧，尤其咧对男性，对男性。另外一只疗剂系 semi-sulfuric 咧比较女性多啲吓。咁而家 Actea spicata 咧呢个兰香咧系似乎咧系对男性比较适合啲嘅。好啦，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手啊、手指啊、关节咧。脚趾关节咧系变形嘅，关节炎变形会都痛变形嘅细嘅关节痛。OK， 好啦，咁另外一只疗剂咧，我哋叫做蓝星麻啦 ，colophyllum。蓝星麻咧都系嘅，都系影响咧，都系嗰个手指啊，同埋嗰个脚趾系为主嘅。咁头先讲及另外一个系黑星麻啦。semi-sulfuric 英文叫 Actea racemosa， 咁呢个咧系影响个关节咧，炎咧系通常啲系大啲嘅关节，譬如髋关节啦、hip 啦、嗰个肩膊啦、膊头嘅关节啦，呢全部都好大嘅，好大嘅关节嚟嘅。咁跟住咧就系嗰个手腕啦、
elbow 啦，同埋手踭 wrist 咁樣嚇。咁你睇到啦嚇，即係有啲係啊細嘅關節啊 ，actius piccata 啊，就係所謂嗰個攔傷啦，細關節嗰、那個 colophyllum 咧，男性嘛，亦都係細關節嘅。咁而嗰個 semicircular 咧啊，比較係大啲嘅關節嘅。OK， 咁做一个简单嘅症诶，嗰、那个重症状咧，佢就系即系唔想你触摸佢，同埋唔想喐佢嘅吓，呢、啊這个都系一个啊一个啊主要嘅症状嚟嘅。好啦，咁我头先讲及咧，佢会帮助诶、啊、心诶、啊、即系胸啊胸嘅毛病咧，譬如嗰、那个诶诶嗰个诶肺膜炎啊呢类嘅啦。咁、那个简单嘅症状咧，佢就觉得咧嗰度胸部咧有种压迫感。吓、啊，有一种压迫感。好啦，咁呢个兰香咧，其实咧喺适当嘅时间用咧，就可以处理到上述所形容嘅问题噶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